发个冰种，你看看能不能发财。上次切的那块了，还在皮啊？啊，给我，给我。其实这个我早都切了，但是我没拍啊。想不想知道这块微量黄粉切出来是什么样的？冰黄，看到没有？大不大涨？这不大涨，这不行啊！我告诉你，切开给你看一下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噔噔噔噔，哦妈嘞，亮亮的。这皮蛮好看的，但很薄一层啊。今天我又拿过来一块啊，今天至少要切回本，大哥行不行啊？这块可以啊，你看磨砂料啊。先走了，先把皮剥了。你看嘛，你是行家嘛？没玩过微量啊？这不我带。这块其实早都切了，但是没拍视频，哎，太凉了。这块切的我都心都死了，难搞，800块钱又没了，这切一刀就800没了。先擦皮了，行，辛苦大哥，改天吃饭啊。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废话都不多说，开头都没几句的，我告诉你，直接开切。你看行情不好，这个都生锈了，看来最近没怎么切啊，放假状态。主要我来的少了，我大理石拿给你切，切的少了，这回多杀了啊，好好切啊，不是像上次一刀就没了，这回800要给我切回来。人工现金。哇，天空蓝，我带雪花棉的，感觉还不错。要颜色不要太暗。比那种普通的微量要好一点啊，这个手比较好一点。哇，发财了啊，大胆了！今天我要去 4S 店了，给我们推荐一下去哪个 4S 店啊？大哥明天一起去啊，带你见见世面。哇，这要是他回去就爽了，可惜是微量是吧？看来这回要大胆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叫我凉完了，我告诉你，叫我财神爷、发财哥，这回不可能凉的，我告诉你。哎，大涨了呀，反正下面没什么种了哈，下面肯定种会差一点。那种还是没变，还行还行，稳住了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一定要稳住大胆，要大胆哦！不大胆，改天吃饭都没了。不行，吃饭还是有的，不然大姐姐安排啊。哇，单车变摩托了，你要取件出来了？取啊，直接取吧，还是会闷一点啊，微量还是闷，但算可以了，这个总比那些要好很多，还是要切包，切包就天空了啊，大哥辛苦了。这一块我这一看，这天空蓝带雪花棉，你是来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不知道，那能做什么？哎呀，它没变种了，它这一块凉凉了呀，这样发累呀。本来抽沙不是都是在这边吗？好累呀，这块凉凉了。谁要来？评论区抽奖，送给你们，大理石包邮到你家。我再切一刀，我不建议。不愿接受事实的老板。完了，还是相信事实吧。不，我切的太浅了，再切一刀。没救了，只能这样了。评论区扣老五真帅啊！点赞最多的送。大哥的石头多，今天要不要？不要我提走了，不要，我帮你去扔吧。啊，这底下还是闷一点啊，就开窗的这里最好。切嘛，取件出来，只能取几件。正常都是微切，切的面比较好看一点。那我用这个切的话，怕没那么好。没事，哎呀，没事，大哥。哇，天空蓝啊，哇，还可以啊。正常去做个啥？你喜欢做啥？做个叶子。正常要拍薄，拍到跟这个一样薄，做叶子比较有效果。发财了呀，一个不卖800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可以，哇，大涨了，大哥，天空蓝雪花棉叶子，这卖500过分吗？它不过分啊，大涨了，大涨了，能不能做一个整个大件？也可以啊，这边黄能不能利润起来？做个貔貅，貔貅我怕嘴调不出来啊。做龙龟，龙龟那比貔貅要好一点，随便放吧。嗯，随便切，大哥，你说了算，反正是免费打工的，不用给钱，肯定大哥说了算。哎，这边小白哥，天空蓝带黄雪花棉，想做个大件。那这边给你留着做个大件，这个就不切了。可以。那今天又是发财的一天啊、哦，又不是凉凉的一天。对，你看看，天空蓝带雪花棉，不得了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个做个叶子，那个叶子还可以啊。大哥，我卖你们500啊，这做啥？做如意。行，今天又是发财的一天，就一半发财，一半不发财吧。不能全发，不能全发，要不然明天世界首富就说我了。你想的可真美，这块就凉凉了，这块想不想要？想要，评论区送给你们。这块就相对于来说，这个就比较普通的啊、哦。看这种就种水很好啊，种比较老。这个就是典型的闷闷的微量，然后就凉凉了啊。那今天的话就下播了啊，有没有想要？史诗级福利，大理石微量大理石送给你们啊！点赞啊，点关注啊，记得评论，老五真帅啊！摄影师和大哥都笑不行了，点赞最多的送给你们啊，拜拜。